走啦。我马上过去。老妈，你快过去，跟他说声对不起。妈妈，你瞧瞧起，奶奶快要来临。放手，宝贝，不要劝，我回娘家住几天。一分钟后。奶奶在门外，快开门，让她进来。可是来得太晚了。哇，刚刚好。哇，谁走啊？里面是啥东西？我先给你惊喜。惊喜？Oh no！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。我走了。糟了糟了，爸爸把礼物给拿错了。现在怎么办？老爸，你过来。你找我也没办法。最高的格局，那个是我买的。起床了，快梦的喂！哎，没事。雷霆干嘛无情哈哈笑？嗯，这里是睡。泼水节要迟到啦！什么泼水节？我不喜欢，我睡觉。那算了，听说有很多漂亮小姐姐。那喝酒吧。还是小姐姐管用呀、啊？奇怪，人都跑哪里去了呀？严小坑，你爸呢？我没看到。严老侯，快过来！老婆，你找我吗？儿子都不管，跟小姐姐玩得很嗨呀、啊！我就是喜欢泼水。什么泼水节？我不喜欢我。救命啊！哥，快起来，慢点啊！糟了糟了，今天我上学要迟到啦！宝贝，你怎么搞？开学第一天就迟到？你先。放学后，老爸，哥哥他在哪？他被老师留下了。我们去找他。好，他就在那边啊。糟了糟了，老爸又要来骂我啦！你给我停下，为啥又被老师罚？晚上没睡好，上课总是会睡着。上课睡觉被抓呀？我也不想这样呀、啊，可是家里的床垫睡得太不舒服了，晚上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早就知道这样的啦，走，我回家给你个惊喜。嗯，老妈怎么在搬床垫？惊喜就在房间里面，居然是我的新床垫。对啊，还融入了围棋的设计理念。知道你睡眠差，挑了很久才选它。太舒服了，老爸也给我换床垫吧。你就等以后再换吧。哼，你偏心。老爸，这床垫真的能让我睡好吗？那当然啦、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怎么缠着王阿姨的照片？我告诉妈妈。这个是闷板和妙手微闷零压床垫，中国国家无极对舒压产品哦。洗手们都在推荐的睡眠好物。妈，这床垫里有照片。照片？老爸缠的。好呀，这么多年还缠着他的照片。舒适层里填充了非温感零压棉，具备慢回弹特性，完美结合身体的各部位，深层施压，压力小才能睡得好啊。好睡眠还能提升快速眼动睡眠时间，促进脑力恢复，提高白天的学习效率。那我以后上课就不会在脑壳睡啦。是啊。乞丐加点福，边打边笑。把名字给签了吧，已经按你说的改好了。大宝跟我，小宝跟你。我妈妈，我要爸爸。嗯，那就按你的意思来吧。是一英里操场，爱的人正在路上。哈哈，我们去玩乐高吧，记得签名哦。你还有哪些题目不会啊？居然还没写，你别再说啦，妈妈还没回来吧？你肯定要被骂，你不要告诉她。大熊，不告诉谁啊？我都听见啦，没事晚别叫我妈。不叫妈妈叫什么呀？老妈，你消消气，以后就叫你大姨。啊，大姨，那你去找你亲妈吧。糟了糟了，妈妈的手机掉水里啦！掉水里？宝贝，别着急，手机怎么会掉水里？我不是故意，不小心掉下去。别让妈妈知道，我先下水澡。
电话火，快说、哦、你看你手机被他们搞坏了，我手机在这里呀、啊、这把原来就坏了，爸爸这么晚了还在睡觉，我们去挠他吧。哎，人呢？哎呀，我又做梦了。恐龙克拉，龙虾，你的恐龙头套能借我戴一下吗？不行，想戴就找老爸买。妹妹，我们去找老爸。去。老爸，妹妹想。你别吵了，你伯公都生病。那我帮你做一个吧，可是没有纸板。要纸板吗？你们跟我来。不要被发现了，快走！哎，我的纸箱呢？臭小子，肯定是他们。小石头，又捣蛋，回去看我怎么收拾。阿伟，你这么穿吧，干什么？没事，就是脚踝又搞破坏了。这样子能不行吗？不行，肯定可以。你可以去外面玩一下吗？我们速度快点，对，不然老爸快回来了。果然是他们搞的，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看我还不打掉你、嗯、妹妹，看我给你做的恐龙头套。哇、哦、我帮你穿上吧。哇，还挺疼他妹妹的。看看看看看看看，我能给我玩一下吗？能给他玩吗？糟糕糟糕，靠近墙后面，千万不要被他看见。不给我看见什么、哦、你们成绩出来了吗？等会再给你吧。是不是考得很差？糟糕糟糕， Oh my god， 靠近又被发现了、哦、这次考得可以，老婆你先去休息，我偷偷修改成绩，等着看好戏。下次要更努力，我下次一定考第一。你真是太过分，居然改成五千分、哦